那到底什么是指甲矫正呢？刚好我这边有一只脚，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。神奇脚胶。大家好，我是皮肤专科王小涵医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皮肤专科黄瑜珍医师。今天呢，我们两个要来跟大家分享啊，就是大家很烦恼的那个脏甲或是甲沟炎，该怎么样去治疗跟保养。所谓的冻甲，或是我们俗称脏甲，那其实就是指甲插到旁边的肉里面去。那如果旁边的组织发炎的话，就变成甲沟炎，可能会产生一些红肿甚至流脓的情形。像我们看到那些甲沟炎的病患，我们在诊间很常看到，他们可能都是走路有的时候走太久之后啊，或是说鞋子穿的不对啊，不适当的剪指甲方式，还有像是灰指甲啊，或者说天生的甲面啊，可能是比较窄的啊，那些都是有可能会当甲的成因啊。像是那个年轻人，像大概国中生开始，因为他们的活动力比较频繁，然后就是常常会有撞击啊、运动啊，然后加上可能整天都需要穿鞋子，脚会比较潮湿，所以非常容易有甲沟炎的情形。然后像老年人的那个族群呢，他可能就原本有灰指甲，或者说他指甲变得比较硬啊、比较脆，然后他也可能合并会有卷甲，然后就指甲就卡到他的肉里去，然后开始会痛。或是老年人在就是可能年轻穿高跟鞋啊，或是一些天生的原因，然后导致有拇指外翻的话，那指甲容易特别的挤压，也会比较容易发生冻甲的情形。针对这个问题呢，会分成两个部分哦，一个是针对手，其实手也会有甲沟炎的问题啊，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脚。那手的部分呢，像我们有的时候会不小心想去撕皮啊，或者是说抠啊，或者是剪完之后就开始觉得好像这边有补囊这样子，有一个脓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建议要去看医生。我们会经过消毒之后，可能用个针帮你把它挑掉，然后挤出来，再给你适当的有抗生素的治疗。那脚的部分的话，其实我们比较常看到的就是不小心修剪的太进去，然后所以就发生甲沟炎，然后或是过度的挤压，比如说那几天运动比较频繁啊。去走下坡啊，一直撞击到指甲的话，也会容易发生甲沟炎。但是如果其实轻微的时候，那我们只要多休息几天，然后刻意不要让它有挤压，比如说穿拖鞋、凉鞋让它休息，然后不要久站的话，有可能会自己好。但是如果出现以下的症状，像是红肿、热痛，或是流汁、流脓，那甚至肉芽出现的话，就建议一定要就医，不要用偏方来治疗。很多人其实都有脏甲问题，或是他指甲会痛，但是他可能就不管他。然后有的时候你可能不要穿太紧的鞋子啊，然后稍微休息一下，他可能就会自己好。但是这种大概可能是在年轻人会有，像有一些老年人或是特殊的状况呢，还是请大家要注意的。说像是，比如说我们像看到一些有糖尿病的病人，这种就要非常注意，因为他的免疫力比较差，那放久了红肿、热痛、发炎以后，再来可能就是蜂窝性组织炎。那或是有一些病人，他是在使用标靶治疗肺癌啊，那他们本身免疫力也不是很好，这种一定不能久放。甲沟炎的话，我们可以看皮肤科，或是有时候可以看外科，其实都可以。那我们会分，比如说比较轻微的时候，可能只有一点点痛或微红的时候，我们治疗可能就采用比较保守的。保守的像是，我们有时候会建议病人剥肉，把旁边的植肉剥开。或是贴胶带，就是用胶带把指肉拉离指甲。那还有像这个图一样，我们会塞棉花在这个尖角的地方，把指甲跟指肉隔开，那就可以让它的症状缓解。那或是可以擦一点点抗生素，然后多休息也是治疗的方式。因为像我们会长这个肉芽，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只是红红的、肿肿、脸红，但是当你已经长出这个红红的这一颗肉芽的时候呢，就代表你的指甲跟你旁边的这一块肉啊，他们两个本来是和平相处的，但是当你脏甲或是甲沟炎之后，他们你的指甲跟你的肉就在吵架，他们只要相遇，他们就会大吵，大吵之后就会长这个红红的肉，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把它隔开。除了塞棉花之外，我们会帮你做一个冷冻治疗，或者是说硝酸盐的治疗，也就是抑制这个，就有点像它的怒气增生嘛，我们就用冷冻或者是硝酸盐，让它可以减低一点他的怒气，这样子让这个肉芽可以消肿，然后他们两个之间呢就可以适当的分开休息一下。然后有时候肉芽如果真的太大的话，我们可能会把这个插进去的指甲就稍微修掉一点点，让它就是减少接触，对，彼此各退一步。那
像刚刚提到的保守治疗啊，如果有效，但是却还是一直不断的复发，比如说你要反复的修剪啊，反复的剥植肉，但是这个肉芽还是没有消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进到下一步的积极治疗。那积极治疗呢，一般我们会分两种，一个呢就是指甲矫正，比较新型的指甲矫正；另外一个呢就是所谓的甲床重建术，就是拔指甲的手术，然后再把甲床做一个烧灼。那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差别呢？其实简单来说，指甲矫正呢，就是让你的指甲从弯的小的变得比较大片，一个是指甲变大片；然后手术呢，拔指甲呢，就是让指甲变成小片。那指甲矫正到底要怎么做呢？如果在有这种肉芽的状况下的话，就像我刚刚提到的，我们会稍微把指甲稍微修掉一点点，那大概过一个星期，肉芽其实就会自然消除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进行指甲矫正。那到底什么是指甲矫正呢？刚好我这边有一只脚，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。神奇脚胶，就是我们指甲矫正的话，其实是用一种智慧型的金属，那它有弹力，所以就像我们牙齿矫正一样，它会把指甲拉起来，回到正常的轨道上。那所以本来弯弯小小的指甲，可能在做了矫正以后，就会变得比较大片。那它会拉起来，拉离指肉，那指肉自然就不会一直发炎。放矫正器之后，它会把指甲拉起来。那如果变大片这一片，这个方式没有效的话，有的人他的这块肉啊，实在是太过于肥大，或是太过于强健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变成一直还是不断的会有挤压的问题。那这时候可能就必须要让指甲再变得小片一点的话呢，我们就会打麻药，然后呢，把这个指甲呢。就再把它切掉一部分，拔掉一小部分，但是只是拔掉是没有用的。我们拔完之后呢，这个生长点的部分还要进行一个烧灼，然后当我们把它烧掉了之后呢，指甲呢才能够就是变得比较小片，它才不会两个又一直打架。这就是基本上所谓的甲床重建术的一个概念。基本上呢，如果是甲沟炎或是荡嘎的话呢，它一定一个很重要的症状就是你会痛。然后灰指甲的话，大部分是不会痛的。如果你只是单独是灰指甲的话，那灰指甲会有一些它特殊的症状。对啊，像灰指甲，我们其实最常看到的就是变色啊、变黄、变黑、变灰都有可能，然后还有变厚。但是我们也不少看到，其实灰指甲跟甲沟炎或是荡嘎是并存的。那是因为增厚以后，它可能指甲。有点变卷起来，然后就间接的会插进指肉，所以这两者其实不要搞混，但是他们也可以一起出现。因为有些人他就会有点很强迫性，他只要看到白白的指甲就想要把它剪断，对吧？不要过度的剪指甲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我们穿的鞋子，比如说鞋子呢不能太松，也不能太紧，因为如果太松的话呢，它可能会容易去撞到，然后太紧的话呢。也会让指肉跟指甲容易就一撞在一起就吵架。然后还有你鞋子的形状啊，像有些女生可能很喜欢穿那种尖头鞋啊，看起来脚会比较修长。但实际上，如果你就是有甲沟炎的问题，可能是真的不建议穿一些就是比较尖头的鞋子，这些都会让你的脚会过度的挤压，然后就容易有甲沟炎的情况产生。那我们日常生活也可以做一些保养。第一个的话就是建议要剥指肉。那剥指肉其实我们一直提到，因为它就是一个让你晚上放松的方式。然后一天剥三次，一次大概就是按30秒。那剥的方式其实就是把我们的指肉远离指甲，这样往下剥，然后大概停留个30秒。那同时我们也可以就是做一些按摩或是涂抹一些保养的东西。最简单的话就是擦指缘油。那指缘油的话。顾名思义就是擦在指甲的边缘，所以我们的话是擦在指甲的，这样擦一个么字形的感觉，然后让它比较滋润，比较不会产生厚皮。那我们指甲因为生长的快慢不一样，像手就长得比较快，手一个月可能长0.3公分，脚一个月只长0.1公分，所以剪的频率一定不太一样。那像手的话，我们一般大概就是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之间剪一次。那长短的话，大概就是要稍微留白，不要过长，也不要过短。过长其实很容易去勾到，造成指甲受伤，或是藏污纳垢。那过短的话，没有指甲保护，指肉也会非常疼痛。那像脚的话，像刚黄医师说，我们可能一个月才长0.1公分。那所以大家每个人长的速度，可以3到4周修一次这样。那一样的话，也是不要修到太短，然后那个形状大概就是维持一个正方形或是长方形的一个。加形状比较好。像这个图，
我们可以看到它剪得圆圆的，其实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子剪，然后指甲都已经在肉里面了，那这样就是非常容易造成甲沟炎，甚至有人一剪不好留一个尖角在旁边，那就会造成发炎，那厉害的就是肉芽就开始不断的反复生成，所以我们剪指甲是非常重要。那正确的图就像这一块，刚刚王医师有提到的，最好是可以是方形或是甚至长方形，留一点点白白的，然后让指甲是盖在肉上面的，那这样才可以确保我们指甲的边边不会容易插到肉里面去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来教大家怎么样剪指甲咯。噔噔噔噔，首先呢，我们必须要选正确的工具。那像这个呢，就是一个平剪，你可以使用真的是剪刀哦，然后平剪可以平平的去把它剪下去。或是说呢，我们市面上常常用的指甲剪，其实它是有一个半月形的，那一种的话，其实比较不适合容易荡嘎的人用，因为你怎么样剪，你都会剪出一个弧形啊。但是像那种剪刀，你如果仔细看，它也可以是没有弧形的，反正你就尽量找它的这个是平的，你是可以平剪的。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指甲，比如说像我们的指甲的前缘啊，这一段应该都是白色的。那我们基本上都希望在指肉的前缘大概 1mm 左右哦，所以我现在保留 1mm 在这里。然后呢，我就拿这个你的剪刀呢，就给它咔嚓剪下去。好，剪完之后呢，你看你也只留 1mm 在前缘嘛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说，哎，可这样不对啊，这样有点好像两边是有尖角的，那怎么办呢？有的人就会想说，好，那我就把它修掉，那就没完没了的一直修，这样也是错误的。如果真的有尖角的话，你就拿你的磨甲棒把这个边缘把它磨掉就好，磨顺就可以。所以它就是一个正方形或是一个长方形的形状才是正确的哦。好，我们再开始慢慢的拉起来，拉起来。我们现在又开始教大家剪指甲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按喜欢、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